我的公司是深圳城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，简称是 CSV， 然后现在主要在工业的三维视觉引导系统，然后呢它主要应用在汽车啊、重工、物流啊、仓储这些应用都比较多，然后主要在汽车板块的一些焊装车间、涂装啊，然后一些无序抓取、工件的抓取跟轨迹引导、焊接引导我们都应用比较多。然后呢在焊接这块的话，主要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这种焊接场景，然后呢我们还有在涂胶检测，就是说对涂胶一些胶宽过粗过细，然后断胶啊、漏涂啊之类，我们都可以检测。现在这款产品在国际都属于一个领先的状态，然后呢现在国内的话只有两家工厂可以做出这个产品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领先的。然后呢在仓储物流板块的话，我们有一些拆舵码舵的应用，就是对一些软包场景进行一个实时的拆舵，然后对纸箱这个混合码舵，不同纸箱这种拆舵码舵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呢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然后也即将成为这个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，然后呢现在也为广大这种车企啊焊接企业进行一个大范围的服务，现在也可以对接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，就国内外主流机器人分别是 ABB 啊、法纳科、安川、库卡，那么国内外30多种主流机器人都可以适配到我们的这个三维视觉系统之中。那我们现在主要有主要就是对外提供这种三维视觉引导系统，就是3D 相机跟涂胶检测相机这一块，然后后面也是为了更多服务于我们的广大客户群体。我们的网站是 www.csvrobotics.com。